統的代表人制，都同大家咁啊，就再做翻最正分析啊嘛，即系前排因为去咗旅行咁，所以冇咗最正分析啊，咁啊就真系唔好意思啦啊，咁啊希望即系咁啊大家咁啊即系唔好介意，咁啊今日都几多新闻要讲嘅，咁啊包括一。佢哋即係羞於做日本人㗎，即係做外國人，因為語言不通啊嘛。但係而家就極度歡迎做外國人啦。第一，你有翻譯筆，即係第一有電話搞掂啦。第二，因為咧日本差人成日放蛇，翻嚟㗎，當然要講下呢個日本遊記啦。嗱，我下個月咧就有五日四夜咧，就去呢一個馬來西亞。幾時啊？16至20啊，星期五去，五六日一二，星期三翻。咁啊，今次我好有咁重要啊，同我網友收樓啦，同埋我要換吸個車牌啦，因為我9月到期啊，所以一定要去噶啦啊！今次我就因為我換咗護照啦，所以我要吸去老母喺10年啦，屌你老母唔撚係咁年年吸一吸真係唔撚掂 ，OK？ 好啦，咁啊我哋睇阿正嗰啲日本遊記之外咧，咁啊到頭啦，喂阿正你幾時翻嚟香港啊？係咩咯？琴晚？今朝？係啊，今朝翻到嚟。咁使乜咁急做節目啫？聽日做都得啦嘛。早知係咧。咁啊，但係喂，但係咁你琴晚你今朝翻嚟真係冇睇到個直播嘅咯喎。即係阿家朗阿朗仔。有，梗係有啦。飛機上面睇啊。邊凌晨咩啦？我屋企你今朝翻到嚟喎，但係咁你幾點機啊？好早咯。哦，即係5、6點，即係6、7點機。係啊。咁啊，翻到嚟11、12點咁樣。係啊。OK。咁但係其實我所知道咧，而家咧飛機上面買 WiFi 都好穩定嘅喎。即係睇嘢嗰啲 streaming 啦，因為佢嗰個係Elon Musk 嗰個啊嘛，啊唔係好貴嘅咋，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凌晨，即係如果我都會買嘅，如果你話有咁嘅 live 啊足球啊咁樣，啊因為我仔都試過話 OK 嘅，啊好啦，咁啊大家興奮啦，咁但係咧又咁講啦，即係呢個世界好奇怪嘅。